大家好，我是陈妈。今天是国庆的第一天，然后我姐呢，他们从外地回来，我哥家孩子明天过一周岁，我姐他们也回来了。我今天带着晨晨提前一天回家，然后第二天正好准备去处理。现在我姐他们在县城等我们，我跟龙哥去跟他们吃顿饭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龙弟啊，给你放一天假啊。啊，感谢啊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一天的假期，哎呀，自由了。嗯，我就不发视频了哈，你给我拍哈。单身时刻。嗯。更是单身。什么？我更是单身。你更是单身呀？给不给爸爸放一天假呀？给不给？不给啊。那爸爸是谁的？空气的。爸爸是，那妈妈是谁的？不知道妈妈是谁的。找我姐会和农地去停车去了。今天这太阳好像有点热呀。我们这会吃过饭了，然后再等农地，农地再接晨晨剪头发，剪完以后我就跟我姐回家了。晨晨在干啥？注意安全哈。我们这回到超市了，过来买点吃的，买点牛奶。好长时间没有去看我大妈了，因为以前会经常去，这段时间没去，然后正好我姐回来了，跟着我姐一起回家看看。说好的我过来给我大妈买点吃的喝的，结果变成我姐给晨晨买了。待会出去买点奶吧。哎，买这么多吃的，这面是我们自己大人的，下面奶这些是大姨买的。到家了，今天忙去了吧？不在家，我爸不在家，看门被锁起来了，现在去我大妈家。呱呱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咋这么瘦？为啥这么瘦？不在家，金灿灿的玉米，跑了个空。晨晨，你去了啊？好，没在屋里说的。我把牛奶放下，我们走吧。反正明天还回来。到我爸家也没人，呵呵，这两天是咋的啦？都在农忙。然后我爸说过会回来，我把牛奶放到厨房里面。现在去我姐姐家，这是我们的街上，小姨妹也回来了。我们在街上等小姨妹，因为明天要处理。